相亲的兄弟们。地震高岗，一派西山千古秀。门朝大海，山河河水万年流。哎妈呀！哎呀，我可找着你了！我刚才我在那边瞅你半天，我都不想过来。我跟那服务员对上号呢，这扯不是？我跟服务员那么难分辨吗？不是，那不是，这玩意儿人嘛，就是对美好的东西不有一个向往吗？啊，确实我长得是普通了一点，阿姨。这话说哪儿去了？你长这样，你不安全吗？说实话，以前我也相过亲，长得都花里胡哨的，我不喜欢。阿姨呀、啊，喜欢是喜欢，你合不合适是另一回事儿。就我直说了吧。我这个年龄，阿姨，我还能再努力两年。哎妈，你努力你的呗，我跟俺家我老头一起严重支持你。你老头没走啊？你说啥呢你？你老头没走，你出来相什么亲呢？你怎么误会了？不是我，我姑娘。哎妈呀！啊，这不好意思啊，那我这两个月我是跟他聊的还是跟您聊的？你跟他聊呗，你咋能跟我聊啊？再说我又不是他的代言人。你不知道现在都禁止代运营了。啊，那他咋没来呢？他那个他社恐他。啊。哎妈，琪琪你过来来，你怎么坐这儿了你？来呀，你都是上这儿来坐着。你整的他都误会，以为我跟他相亲。你一天，你这真是说句话呢，这是。那个奥利给，我绝对够用，配置相当高，我砸老钱了。你配置高不高的，咱不知道用户体验咋样。我211毕业。那咱俩差不多，我63中毕业。妈，我俩不是一路人。你再聊聊，你这是。开个玩笑嘛，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。你不觉得你开完更尴尬了吗？咱俩不是一路人，我一个月房贷比你工资都高。那咱俩结婚以后，我帮你一起还呗，对不对？啊。我结过婚。啊？我前夫比你帅。阿姨，你这个研究研究别人吧，这不行，这安全隐患太大了。这个不是少女娶不起，是少妇更有性价比。你这都是少妇天花板。